刚才我女儿说，又发烧了啊，又发烧了。这个时刻，那个主教的那个飞碟又回来了啊，回来应该那个稍微转一下子，稍微转一下子啊，稍微转一下子，稍微转一下子，降降温，但是呢，不要像原来那样，转得太快，不要转得太快，转得太快呢，鼻子那边有点，像感冒的症状，不转呢，又有点发烧的感觉啊，就慢慢慢慢，慢慢慢慢啊，慢慢慢慢啊，慢慢慢慢慢慢转，慢慢慢慢转，也不要转得太快，慢慢慢慢转啊，这样呢就是均匀的把热量卷掉一点，但也不要太卷得太多，卷得太多有感冒的症状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是这么一个什么啊？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好，再见啊。